曾经这个总统蔡英文选举战袍的山上，捧一大枪红万幸，今日透早十点外发生着这火警，大量乌烟是呛到对天顶去。那因讲枪库藏着布料甲燃料来助长着火势，消防局接到报案了，马上调派着第四大队、新华中队、甲南科甲大来甲山上顶顶分队，总共十二台消防车来到这做着抢救。起火的位置是在他们的原料仓库，哦，那据现场的厂长转述员工，哦，是。电线走火的火星掉落到那个布料上面，然后现场到达时已经全面燃烧。现场火势是相当的大，除了是火真大之外，乌烟嘛相当惊人，很横出来的人看会到。我在抢救上，因为它本身都是塑化的布料，所以那火灾量非常的高，所以大概从高速公路就可以看到它的浓烟的部分。然后目前我们消防局已经控制火势，但是因为它的火灾量相当的高。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。消防人员表示，讲火警原因可能是甲厂房的抽风机的线路走火有关系。啊，短路的机会车，连锁机会车嘛，吼。啊，都隔壁都明呀，好烧。诶，啊，都啊，应该这栋啊，就应该这块在走比较紧。对啊，对啊。布料，阮这布料就是石油的生产的，诶，那是棉花的石油啊，拢老烧嘛，吼。这件火警员工是这仓库区来起火，放着布料燃烧是真紧，而且防救出动着车来做着抢救，同时调派着新市甲做电来做着支援。初步了解是无人员来受困，不过现场窜起着乌烟，让人看了是心惊惊。好在在火势的过大了，来控制损失甲救援，伊就警方做着调查。南天新闻台社三上三分报道。